是咱摇车咱站站来个接哈，咱的立委参选人，我们民众党的李友宜，掌声欢迎。亲爱的杨志平里长、李友，还有在场的我们的议员的特助和主任，还有所有我们五华里的各位大哥大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友宜，是民众党提名的立法委员参选人，在咱沙田埔十六里、甲罗州、甲五股家。我是李友宜，是民众党提名的五股芦洲三重十六里立法委员候选人。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可以来到现场，看到有这么满满的人气，那代表我们里长做得很好，大家说对不对？那这么好的里长，我们下一次一定要继续让他为我们服务，让他连任，大家说好不好？那友宜在这边哈，因为呢我是第一次出来参选的新人，所以大家哈可能会对我不太熟悉，但是很多人哈会跟我说，友宜啊，你怎么是女生？不是应该跟侯友宜一样是男生吗？他常常把我的名字跟他一起搞混。我是李友宜，但是我妈也呵呵做代志。大家只要记得友宜三件事情就好了。第一个，我是女生版的友宜，会呵呵做代志。第二件事情，友宜本身是会计师，所以对于政府的预算、中央的预算怎么通过的、怎么样划定的，我是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我们政府每一分每一毫的钱，有没有把我们人民纳税钱和血汗钱用在刀口上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如果未来我有机会进入国会，一定会为大家把关好大家交给政府的每一笔钱，大家说好不好？那最后还有一件事情，因为友宜进京李狗票唐珠，那个时候在美国也有担任美国国会助理，所以美国的立法经验也是有的。当时我在美国帮忙推动了很多都市更新，还有交通方面的政策，这些刚好就是咱沙田埔甲罗州最需要的，就是我们的交通，我们缺乏停车场，我们很多新的建设要进来，但是配套还没好。我们的都市明明有这么多可爱、这么棒的里长，甲议员这么认真服务，但是我们还有非常非常需要更新、需要再改建的这些老旧的社区。拜托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给一个新人有热情、有活力，因为新人第一次开始是最认真、最努力的。希望大家可以给新人一个机会，出来为大家服务，出来为大家争取大家应该要拥有的好的建设、好的福利。大家说好不好？谢谢，拜托大家，我是李友宜，李友宜，感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的参选人来所带来的五样的产品，我们顺着抽出去，来接下去就好了。顺着抽五份哦，五份顶门，对，五分对，五分，来一副，没关系，一直直接。来，1312号圣美，1312号圣美，1511号陈秋荣，1511号。1860号国差，1880号国差，1875号，1875号，来2290号，2290号，谢谢我们的友宜，那等一下可以准备一下，谢谢一下哈，来。